Hello，各位，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伊达的两用灯箱，它的收纳的方式，正确收纳方式。来，当我们要收的时，收的时候呢，手抓着这个，然后一手抓着这个尾巴，手抓着这个中间拉出来，这样子就收起来了。那要撑开的时候呢，一样手抓着这个，对着正中间往下扣，扣一声就是装好了，再把这个锁住，这样就防止它弹跳出来。这样，再给大家看一次，收的时候先把这个放开。手抓着这里，手抓着哦，中间拉就收起来了。因为有些客人在收的时候，可能这个地方是歪的，他这样扣就会把它挤出来，就会把这个脚给逼断。注意是正中间往下扣，正中间往下扣，拉开往下扣，有一个扣。正中间啊，不要这样歪歪的扣，正中间哦，往下扣，这样清楚了吗？谢谢各位。